后卫群从外围做这种 ISO 的单打。有电话可以往里头接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放进两分。某一个补位的他的游戏的话可以掌握住。哇，有安逸，掌握这两分。导演给他邱永麟，晃了一下去往里头接，好球。有计划去组织这一次进攻。邱永麟三分的出手，腰后。篮下攻速力，篮球邱永麟。意识到他准备突破，所以先做到一个纯粹的防守。简单的两人配合，郭佑轩也在中距离得手。多模式啊，被金欧去做到一个比较及早的纯粹防守给破解啊。邱永麟啊，今天第一节的这投篮命中率了，金欧是比南湖还要好的比较多。陈天宇往里头挤，要组织个空间放进两分。金欧。电话给到陈天宇，直接站起来中距离。陈天宇这个时候打的，把这电话再给出来，尤安逸，再见中距离的出手，尤。再发挥出来。因为南湖也没有包袱，他可以打得更加的强势，更加的大。空中再补哦，尤庆华。尤庆华。邱永麟的三分，又是好好多一个人，投进的第三颗，应用了两。邱永麟自己切入哦，高打板得分。邱永麟的运球节奏不容易，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。对。下三路的球他完全掌握住哦。郭佑轩自己往里头切，放进两分。郭佑轩，哇，这球要再往里头给哦，已经被李一轩先给预判到了。南湖换人，进攻里中郭佑轩。这时候南湖把陈玉涵换下去休息哦，再把林荣毅给换进场。哇，这个直接给接给他游戏化，第一波没有，第二波再进化。对，金哦，其实真的就放开去打哦，这个分数事实上现在追得很近哦。哇，游戏化自己飞进来，最后放进这两分。游戏化这几波的进攻都非常合理哦，连续创造出的空档都蛮大的，但是没有把握住。注意，邱永麟三分球。就现在变成是你外线的信心丧失之后，又要往里面强接哦，那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如果投不进，对方会越守越小，那你切入的这个进球率就越来越低。那反过来，给他有电话，哇，一个转身，哇，真的没有人守得住啊！对，给完球直接滑到海，直接给到篮下，好球！这个球你要补进去的空档一目了然。对，陈天宇给到邱永麟，再分出来尤庆华三分外线的出手，耶！哇，这球传球发生失误，尤安逸一条龙哦，直接杀过来换进两分。这时候金欧再把潘佑敬给换了上来，让尤安逸先下场休息。两分进算了，还有另外的机会，对，拿到20分了，分多钟哦。好，给到尤庆华，在游戏区里头真的没人拦得住他。尤庆华，给帅再回到邱永麟，去往里头钻，长弱边的转换，郭佑轩。三分外线的出手，立刻换颜色。郭佑轩给陈天宇哦，上了一个锅子，
哇，秀玲这个点球误打误撞，最后还是来到了郭轩的。秀玲自己找到一条路杀进来，放进两分。秀玲还进入了手上，第二波进攻的篮板又给到了进攻的机会。一百球进来，给到秀玲。好，这一波发进来了，今后也不攻了。那最后中场今后就是以79-60收下这场关键比赛的胜利，那也让自己还保有竞争四强的一线机会哦。那请您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回到赛后讲评。我是央央，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